谁才是台湾之光呢？这就是台湾之光。其实 LED 产业大概从1960年代就开始，今年差不多刚好进入50年。在这50年当中，台湾是从70年代开始做到现在，它的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蓬勃。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大部分都是使用在车辆的指示、仪表的显示，或是公共设备上的显示系统。因为 LED 轻巧省电，所以 LED 的应用呢，已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连接在一起。不管是在手机、在平板电脑、在笔记型电脑，或者是电视上呢，都有 LED 的零件在里头。台湾是全球 LED 的主要制造国家，许多重要的技术呢，也都是国人自行研发的。这些年来，因为节能减碳已经变成一个趋势，所以 LED 照明呢也开始走进家里头，使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更环保、更健康。那从照明走向创新，其实 LED 也广泛的变用在许多多媒体的艺术当中，开创了表演艺术更大的可能。那虽然只是一颗小小的 LED， 但聚在一起就能够点亮一栋大楼，聚在一起就能够美化一个城市，点亮全世界。